everybody a good night. Hello, 大家晚上好。Number one 啊，哈 ，Hello， 大家晚上好，又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Hello， 晚上好 ，Hi Legend， Hello， 吃饱了咯，今天吃超级多东西 ，Oh my god， 我刚才有 try 那个酸辣意面自己煮，然后加一些永豆腐的料，哇！现在我肚子是好辣啊，超级辣。你们吃饱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有邀请一个世界冠军的俊宏会进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帮我 share 出去这个 live， 然后 share 给你们的朋友还是你们的群组都可以。我的 line 会 lag 吗？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有下雨吗？没有。可以谈老公吗？谈老公？为什么谈老公？你们看到我的这个 live 会不会很 lag？ 会不会很 lag？ 如果没有有 lag 的话，跟我讲一下哈。九哥今天跳水女王上来直播对吗？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称呼你九哥吗？会介意吗？我没哦，为什么会叫九哥呢？因为那时候我有跟过那个董曼扎有拍过一集，在那个怡宝，叫做他的节目叫做着楼里马来，然后他叫我九哥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是。还问我吗？世界排名第几吗？然后我就讲我世界排名第九，然后过后他讲，哎呀，我该你搞过了，所以就是会有这个名称的出现。喂贝 ，serious 没有 ，play me stubber， 哎，那脚 OK 了吗？那脚。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又找到多一个美女来上来跟我们吹水了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share 一下这个 live， 谢谢大家。所以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嘛？有看到新闻嘛？就是刚才我们的丁丁哥好像讲可以打球了，但是不知道我们这边 KL 的可以打没有嘞？应该是不能对吧？因为好像是 Fasa 2才可以耶。要等到 Fasa 2才可以打球，全部都手痒了。Hello， 大家晚上好。So， 我的 line OK 吗？可以给我一下 feedback 吗？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到底 line OK 不 OK？ 因为昨天就是有做直播，然后到差不多尾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是看听不到我讲话 ，So 就是要问一下大家 OK 吗 ？OK 吗 ？Line OK 的话，给我一个 OK 好吗？给我一个 OK。惨了，我是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哎。你们有留言上来吗？啊，红哥，我只是可以跟人在做 live 喂。打羽球的日子不远了，等30K。啊，对呀，真的是不知道哎。今天就是因为 COVID， 然后今天不幸离去的有360个人，其实是蛮多人的。screen 不清楚，会很蒙吗？会很蒙啊。安排咯，睡觉先累。你怎么这样累哦喂，我最近很忙嘞，你很忙嘞，找不到你耶。Shout out my name please, I'm from Philippines. Hi, Philippine fans, Warren.现在开始准备下一届奥运会，你说我吗？诶，说你们可以看到我的 screen 会很萌吗？还是 OK？ 声音 screen 都 OK 对吗 ？OK， 谢谢大家的 feedback。说你们觉得一下卡一下好，啊了吗？你看不到位的留言，诶，说现在还是卡吗？现在 OK， 现在很 OK 了 ，OK。
这样我就不要改了，等一下我怕他们改了过后又再卡了，因为最近哦真的是那个 internet 很差嘞，就是我用我自己本身的 line 啊，然后用 unify 啊也是一直在卡嘞，可能我家很多人在抢 line 给我抢 line 啊，做世界第一比较难还是世界冠军？对呀，对呀，所以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的，其实是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啦，君宏，他就是跟我一起在运动学校的时候就是同班过，所以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上来今天我们的一个直播哦。现在 OK 了，OK，谢谢大家的 feedback，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 support 我们，然后把这个 live share 出去。不是你卡而已，最近大家的网速都卡。对呀，对呀，对呀，最近的都很卡嘞，就是我也在头痛挖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灯光亮还是反射？有吗？会反射吗？有看到我的脸吗？重点是看到我的脸。Hello，晚上好。Maybe block all internet except your own. Cannot lah, because my house got a lot of people lah using Wi-Fi. Hello，有时候不是你来的问题哦，那是谁的问题呀？是你们也是有这个问题吗？因为每次哦，我的 line 不好哦，就没有人想要进来我的直播间了。So 我要 make sure 我的 line 要好，OK，然后要好，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俊宏上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就是要稍微等他一下子，因为他好像也是第一次用 Facebook 的 Live，很光，好像发走发光，浮躁，会咩？现在还是会有吗？现在灯光 OK 吧？OK 吧？成为世界第一不简单，对呀、啊，我们说法羽球界好像没有一个是世界第一嘞。好像还没有嘞，就是哦，好像有几届大家都拿第二名，所以就是期待我们的下一个红人，你们猜谁会拿到我们的羽球世界第一？因为我们已经有跳水世界第一了嘛，然后有一个是脚踏车的，然后今天脚踏车的就是阿吉祖，他都阿吉祖拿到第二名，你们有看吗？你们有看吗？哇，超好看的！等一下啊，我要。跟那个俊宏讲一下，巴东有拿过 WSA 第一不是吗？对呀、啊，他其实是 World Ranking 的第一名，但是世界锦标赛他还没拿到，所以有点小遗憾。Yeah，today got closing ceremony。我还没有看呢，closing，因为刚有看到一点点啊，看一点点，然后就觉得，诶，好像没什么，怎样讲呢？就是他们这次的日本的 closing ceremony 就比较 chill and easy 的咯。Hello, fans from Indonesia, Daniel. Hello，指甲，这么你喜欢指甲是吗？指甲现在变成全民 BB 了咯，全民 BB 了咯，他都不要踩我了咯，现在。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因为我也是没有去找他，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最近也是蛮，他也是蛮忙的嘞，就好像好多直播哎，好多直播，so 我觉得可能迟一点吧，迟一点吧。你在我心里是第一名，Hello，俊宏给我 wave，OK，俊宏来，你在下面那边可以按一个request 进来的，就是下面的第四个 icon，第四个。俊宏要来呀！你们要不要把这个直播来 share 一下？来 share 三次，share 三次，一定会有人来我们的直播间聊了啦！来，大家帮忙 share 一下，等下我按他进去先，看一下。诶，no answer from。诶，俊宏，你可以按一下吗？你按一下，我好像先 add 你进来，但是好像就 add 不来呀。晚上好，那你几次想成为世界第一？我觉得我发梦先会比较好啊，因为我要成为世界第一的这一件事应该是很渺茫啊，应该是不可能会实现了，所以我只可以 train 我下一代的人来做我的替班。
希望我以后就是可以找，希望我以后可以就是练到一个比较优秀的球员出来。你之前是育才的吗？哦，我不是育才的 ，OK， 我是例行的，我是例行学校的。然后可能你看到我在育才，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在育才打篮球，我有给一个叫做蔡老师，然后就是他有那时候就教我打篮球。会讲广东话吗？会呀。哎，我们来哎一下。OK， 我现在把俊宏加进来。一路 ，Hello， 我是一个我的 senior， 会付出吗？暂时应该不会啦。Hello， 阿杰 Chang 是世界，哎，还是世界冠军呢？他是武术的世界冠军。然后我现在要加俊宏进来，但是好像俊宏听到吗？还在 adding 他嘞？是不是我的 line 不好？我终于拉你进来了。啊，你等一下，我要你要化妆先吗？你要化妆先吗？我没有带化妆品耶。没有啦，开玩笑。来，我们的俊宏世界冠军进来呀，不可能你们不 share 嘛，对不对？来，大家给力一点，反感share下去。可为你变得越来越没看得起，有点是吗？有年轻啊。其实我有做护肤啦，有护肤，下次再跟你们分享。喂，怎样你会来开心啦？什么？素颜很好看，谢谢你，谢谢。会来开心啦。我？安娜。蛮正常的，其实。蛮正常，哎，你看到我是蒙了还是 clear 了？还可以啊，哎 ，OK 啊 ，OK 啊，是啊，嗯 ，OK， 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世界冠军，掌声鼓励。什么？哎，你很累是吧，喂？没有啊，还好啊。有人问你隔离到怎样哦？今天是我第一天。所以还没有有怎么样，就说你有没有在房间有运动吗？还是就是运什么动？那一动啊，可能你们教练给你们 training program 要减肥一下，是什么？没有 training， OK， 讲错了，不是运动，是 training。先休息吧。啊，嗯，所以其实我要。感谢你啦，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啦，因为我其实我之前就想要邀请他，但是因为那时他要去奥林匹克前就是忙着训练，这样我就也不大敢去感谢他。然后还好嘞，还好啊，其实也我啊可以跟一个羽坛的其中一个 legend 来聊天。不要这样哎，我会脸红嘞。说其实你我要讲问你嘞，其实哦，你这个是第二次去 Olympic 是吗？还是第三次、哦？这一次第三次了。第三次哦。So 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啊？就是去了三届，会不会好像哇，想要去表第四次哎喂？直接啊，直接问啊。啊？如果实力允许的话，还可以再拼的。你的脚 OK 了吗？因为其实我还没有退役的时候呢，其实我脚受伤，然后俊宏其实呢也是经历到一个他人生的，就是他的生涯里面的一个很严重的伤，对吧？那时候他开了两个膝盖，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去 Olympic 是一个。很顶的事情啦，两个你也开了嘞，你看他的 mental 几 strong， 你知道吗？你这么说我也会也这样。所以其实是你是以怎样的心态可以就是 overcome 这个 fears， 就是因为其实好像你叫我开刀啦，开了刀过后。
再回来哦，会有阴影的嘞，会很怕的嘞，就是站在那个板哦，你会不会脚抖嘞？我其哦。实过了一段时间哦，没有上去哦。再上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觉得很高诶，那个地方有点恐高。就是10米的时候吗？10米。嗯，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上5米啊，上7米都觉得我好高。然后你是怎样 overcome 这个问题嘞？是咯，其实像你讲的，开了刀，然后那个时候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开了刀嘛，要把脚完全的弯下去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可是那个时候其实 physio 啊 rehab 也做得算是很不错啦，所以再上去跳的话，就很努力的告诉自己，就说没有事的啦，就是还好，就正常跳，这样就子。当做玩玩的心态是吗？哎，也没有玩啦，就是还是很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咯，尽量去做，对对对，所以其实很不简单啦，就是，哇，你当你想到你因为做某个动作，然后受伤，然后弄到腻的时候哦，再重复做那动作，真是会有那个恐惧感的吼、哦。其实我的 knee 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时受伤啦，是累积的，蛮久了。可能就是像运动员嘛，每一天训练的话，那你应该是知道咯，因为每天都在运动，然后可能就是身体上会超过平时人用的那个东西用多了嘛，所以就会产生伤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都是累积起来的。对，其实我也是很好奇，有一个网民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哦，你怎么还弄伤你的捏呢？因为其实跳水哦比较多受伤的是在 wrist 啊，然后还有在背后嘛，对不对？就是还有就是我看到你们很多都是包 ankle 的嘞，为什么你会伤到捏的呢？因为你跳水没有 impact 这么高，恐怕好像那些 racket sport 的。跳水的 impact 也很高啊，只是更多是在上半身吧。但是跳水也要用脚跳啊。就是除了就是那个在本泳部。池，对，我们也是会需要在就是路上训练。就是需要去跳跳板，然后要去跳板，跳网这样子。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去 follow 我的话，也是我有放过影片啦。就是我们跳水不只是其实在泳池练，还是有分在 dry gym 这边练的。先练了，才会过去泳池那边练。因为我记得哈，我每次哦在那个 ISN 要找你找不到你，你每次跟我讲你在中国的，对吧？啊，那是之对，然前后吧。就是因经为疫常会在情，国外集训。对，因为其实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学队的运动员都很优秀的，只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训练的地方都在中国，对，然后因为疫情关系，然后他们全部就回来马来西亚，所以会不会可能因为这样子东西会影响到你们的 performance 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影响啦，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责怪这个事情啊，因为现在这个 pandemic 真的是全球的嘛，所是以哦，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就是先不要管其他的咯，因为那个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事情啊，就尽量 focus 在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上面，那就好啦。但其实那时候你们是可以 apply 到的，是吗？还是他们中国朗诵不要给外国人进来？那个时候听说是中国就是中国，你要进中国需要有中国那边的一个证明，比如你去那边，你回去上班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是嘛，就是情况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就没有办法出国去集训。就是有人叫你希望可以第四次再踏上奥运会舞台，你觉得有机会吗？你觉得？你对你近觉得你自年呢，我己？finger cross 先。对，大家都想要去了。其实我看到你们去奥林匹克，我也是有点冲动了。然后我跟我的老公在那边整天就在那边想哦。到底要不要付出？真的是想了一整天，然后过后想想想，哎，算了啦，因为我觉得
那个路程很难受啊，然后他们有一些人就讲，其实我老公是蛮支持的，但是跟我一些朋友跟我讲，哎呦，朋友好心你咯，享福了咯，几岁了咯，还要打咩？然后就是有在想。嘞，我看报纸，我看新闻，你的新闻也不是说你要尽快当妈妈吗？什么你还金牌打呢？球，你还打什么球？那我的确是真的是有考虑要生 baby 啦，就是其实我是想要今年 plan 啦，但是哦 COVID 哦又加嘞，很加嘞，哎加呦，等下密。加啦，你去看医生，等下又要插鼻子，最怕要插鼻子，一插下去，哎呦，大烂针哦。但是哦，经历了那么多 swab test 哦，我真的是觉得擦麻鼻木了子比擦喉咙 OK 嘞。啊，啊，喉我咙个人更加呢，酸哦。是喉咙我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因为我好几次哎，我都是很想把那个人推开了，因为一弄有到没有我就他？想吐。他有没有插你？插到上面你就，我给你一拳上去而啊！且我一直在躲，我一直在往后，我一直在往后，你知道吗？然后一直跟我讲 again。要 again 这样子，然后我真的是我很想打人，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不了。对，诶，说哦，好像你们这样子比赛哦，会不会说每比赛一次都要做 swab test 一次的嘞？还是每一天 check 啊？还是没有？这一次啊，这一次在日本，这一次在日本的时候，他们的规定是我们在出发去日本之前的前3天都要连续做 swab test 那个就是在马来西亚做咯。然后那个就是比较我因为又要擦鼻子又要擦喉咙，过后去到那边的话，到了机场就要做第一个 swab test 了。可是那边日本是用那个唾液的，就是口水，对，所以然后基过本后，上做那边，然后 result 出来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他们就送我们去那个奥运村哦。然后去了那个村里面之后呢，第二天开始就要每天都要。收集口水，这有没有人变态到每次嗅你的口水？应该不会吧？但是其实如果习惯的话是很快的啦，因为它是一支 tube 嘛，它其实需要一点点啊，只要你超过那个黑色那线就是 OK 了的。哦，这样子蛮 advanced 一下哦，你讲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 technology，就不用插喉咙还是鼻但子？是在我们回国之前，就是比如我是7号回国嘛，我6号的时候就在那边做了一个也是 PCR test 咯，因为需要那个证明才可以回国，回国的时候要看的。哦，所以有人问你哦，你几岁开始跳水的？我差不多9岁吧，9岁接触到这个运动。那个时候才知道和哦有跳水这一个项目，所以就慢慢的哦，练到说现是你在是先9岁。从学游泳，刚好看到人家就从上面掉下来，你就觉得很好玩，就 join 这个 sport 是吗？啊，其实没有哎，其实哦，我本身小时候就会学游泳啊，因为父母亲有送我去学游泳，然后其实是一名中国教练他来到学校去选人的，他是看罗身志材祥。呀、体型啊，然后就叫哦，你去写名字哦，你去写名字，或者是这个过哦过，这个去写名字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写了的名字呢，都有留下就是联系方式啊什么。然后后来学校就发一个函哦，就说哦这位其实是来自中国的一位教练呐、是教跳水的，就会发给父母们，就看他们的孩子就是愿不愿意把孩子送过去。就开始去尝试这个运动，这样子，其实我很佩服你们的，因为我朋友跟我打赌哦，哎，可不可以我给你1000块，你从上面10米跳下来？然后我跟他讲，你给我多少钱都好，我都不会从上面跌下来，因为我很怕高。所以哦，哇，你想一下，我从上面跌下来哦，我一定要克服我自己高，你还要做动作转的话，还要下去，那个水是根本是没有水花，哇，是超级难的，超级难的。所以我很佩服你们的，而且是怎样讲呢？你们有我看到你们有一些选手哦，他是 handstand 的，他 handstand 了过后哦，他才转下来的哦。其实那个我在想哦，
我在想会不会一 handstand 哦，如果你紧张啊，手一抖啊，接还没有做动作，接再下来，会不会有这样子？会不会有人这样子发生过啊？可能会有啦，但是通常就是通常就是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他们都不会选择往那个泳池掉，都会退回来，就是往那个台里面去掉下来的。我很怕的嘞，我很怕，因为有时候好像 OK 不讲你们跳水啦，好像有时候我打球啦，我一下场也是会紧张的嘛，一紧张的时候那个手也是会抖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在想，你们跳那个你们 handstand 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因为风啊？因为也是有风的嘛，对不对？有风吹，有那的会时不会候室外的话会有，它会不会影响你们那个平衡啊？如果是 outdoor 比赛的话，就会有这样子外来的因素。但是你们这次也是算 outdoor 吗？不算 indoor right？semi 不呀、算，这次是 indoor 的。啊？哦，这有 aircon 的啦。有诶，在这其实是有 aircon 的。还好，就是，因为我看到我都很紧张哎。然后就是有人问了，就是哈、哦，其实我看人家跳啦，OK，因为那边好像有6个评判是吗？然后为什么哈、哦、你们每次跳哦？6个成绩出来，有3个是 cross，就是盖掉，然后他只拿3个的成绩的。其实是这样看的。一共是有，给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裁判吧，然七后个他裁判。会把两个最高跟两个最低的割掉，然后会把那个分数再加起来再乘动作的难度，就是那个总分。所以就是有7个。评判，然后前面2个高拿掉，后面2个低的拿掉，拿中间的然后除了。拿中间三个分数就是 average 的分数加起来再乘以动作的难度，因为我们每个动作有不一样的难度的嘛，哦，所以就三个分数。所以是什么？就拿到那个分数，然后每一轮有那个分数就加起来，当你跳完整个的时候，就看你总分是多少啊。哦，原来有人问你第一次站在10公尺跳台上是什么感觉？我要死了，给我是跳下去的话，打死我都不上去啊！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是小时候，大概有11岁、12岁吧，我忘了。可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是一班小朋友一起在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是感觉是啊，没关系，大家一起玩，大家一起跳下来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感觉可能小好啦，玩，所以胆好子还玩。是大一点点。说那个小妹妹14岁哦，她真的很厉害嘞！我看到她跳哦，3个10分嘞。其实你认识她的吗？你有跟她微信吗？喂。我没有跟他微信，可是我跟他拍到照啦，因为他14岁嘛，第一次参加国际大比赛，而且是奥运会。其实决赛的时候我也是有在下面看比赛，所以，当我去看的时候，以一个观众去看，就去欣赏比赛呗。然后他一跳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话讲诶。只能是摇摇头，然后拍手而已，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太完美是吗？就如果你非如果真的是非要从鸡蛋里挑骨头的话，还是可以挑的，但是那个水花都这样子了哦，然后动作就完成得很轻松，就真的是没有话讲了，这真的是没有其话实，讲了。就是你 as a 一个世界冠军，你看到这样子的动作，其实他可以做到这么完美，没有水花那一种，是不是因为他身体的素质的问题嘞？有关系吗？你觉得？因为他够瘦啊，然后够小只啊，可能他转到比较快啊，这样子会的嘛。不好意思啊，你刚才卡了一下。其实大概就是说14岁的运动员嘛，小运动员，然后身体素质也是比较好。当然，他们肯定也是练得很苦啦。但是我相信他们有一定的天分加后天的努力，
所以身个子也小，又很瘦小嘛，所以入水的时候那个水花真的是没有话说啦，讲真的，那个水好像在哗啦进来这样子，然后哦，这那个时候回我就去觉得，哦。你说。听到吗？听到吗？听到，听到。所以那个其实有人会 expect 到他会拿冠军嘛？因为我看到他的另外一个队友那天，我看他跳，然后我有看你跳嘞。其实我你 qualification 时候，我这边喊，诶，有点可谢谢惜。你支持啊。其实那一场比赛的话，冠军跟第一名跟第二名其实已经是定下来了，其他国家只能再争第三而已，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那个比赛，我怕也是这样感觉。但是跳了第三跳之后，其实大局已定了，就是那个小女孩可以跳466分的，真的是，感觉自己还是好像来错地方这样。其实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能你也可以不要回答我啦。就其实，第一个跳，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第一个跳，然后过后我就直接看到你第二跳，然后我就诶，就是你在我心目中是很厉害的吗？然后其实是你，就是因为前一天的时候，你有放你那个 practice 那个跳，让我老公跟我讲，我跟你讲，俊宏一定拿牌这次。然后过后我讲，是哦，喂，他跳了几个美，你知道吗？然后跟我印尼咖喱了。然后过后就其实是那天是不是太压力了？其实拍的那个视频不是比赛的动作来的啦，那个只是其中一个，就是跳基本 basic 的啊，它不是什么难度动作，所以那个跳好也很正常吧，因为是很简单的基本动作嘛。然后至于比赛第一跳、第二跳没有跳好，是可能就是准备比赛整个过程或者是整体来讲呢，可能就是准备的不太充分跟富裕吧，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一直在做调整，然后从吉隆坡来到东京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调整，导致就是第一二跳的时候上去有点真的是很多不确信的这个感觉吧，其实当然也是有点没有说特别有信心，因为平时训练也没有说特别好这样子。所以其实，虽然是真的是很遗憾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把训练平时能跳出来，可能就结局会好一点这样子。所以但是，从中也是有学习到不一样，就是有领悟到不一样的东西啦，但是也看得到问题在哪里这样子。我还是不要觉这样得你讲，很棒。什么叫做我在你心目中好像很厉害？哎呀，但人是哪我有还是心？觉得，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很厉害，很棒啊！真的，因为你看，你还可以坚持到去奥林匹克。你看我其实是。我觉得你很厉害呀，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的路不一样吧，只能这样讲啊。那既然我选择了要试试看，那我就再坚持试试看喽，对不对？那你也是不容易啊，诶，你不要紧哦，我佩服你也你，是真的。Commonwealth Champion 啊，对吧？哎，也是是四个是奥是。运会啊，真的是也不容易啦。我觉得当运动员都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对，大家都不容易。对了，嗯，哎，我还记得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讲什么了？哎呀，听到你这个东西有点小感触啊，哎。其实我就很，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蛮期待，就是很好奇俊宏怎么可以，就是每个人都想做世界冠军，但是你是怎么办得到的嘞？哇，因这为个问题哦，很 deep 呗，喂。因为没有，不是很 deep，因为吼，OK 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嘛，除了 OK 啦。除了中国是你最大的对手啦，其实还有什么国家的运动员你觉得是比较难
比较讲讲啊，你比较担心的，比较怕的，会吗？其实还好诶，因为我感觉，对啦，当然知道哪一个对手或者是哪一个国家比较强，但是其实我每次去到比赛都很少会说是特别去关注啊，还是去害怕太多东西吧，基本上都是会把那个专注力跟精力会放在自己的身上比较多，因为我感觉只要自己把自己能够做的最好的部分做出来，表现出来，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啊，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太在乎别人。对对对对，还是就是做回自己的本分会比较好就，right？是对啊，因为诶，你与其是在这边怕这个怕那个，还不然就是放开来，就是去把自己能够做的什么东西完全做出来就好了。就是管不了这样多，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网友也说，最大的敌人最终还是自是自己。己，真的，真然的，后过后就就还有人蛮称赞你的啊，然后你第四个跳很完美啊，但后面我觉得你也是跳蛮不错，就可能前面赶焦一点啦，有点可惜，嘿，但还是 OK 啊，还是 perform 的不错啊。总的来说是很遗憾啦，比赛有输有赢的但啦，有是那真种。的是对啊，比赛有输赢啊，而且，真的是，我不是说要夸自己还是怎样，夸自己是还是怎样啊，能够真的是去参加奥运会的话，真的是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了，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只对是对经对历的对对对对。困难的时候也容易的时候也有，所以还是平常心，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说太多，有一些 对呀、啊，哎，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网友的 comment 吗？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看啊。可以看到，然后就是好像有一个就是有说的，就是马来西亚跳水需要心血，你认同吗？当然啦，有哪一个运动不需要新的小朋友上来呢？因为，我们都不是一辈子都能搞运动的啊，对吧？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需要就是再配多点小孩子上来，对吧？啊，是的。然后就是有网友说，哎，你好像跟 Tom 很 friend 呢，他送你一件衣服。是的。因为就是这一次的比赛，就是有人看到他就是在台上有做那个织衣服啊、织毛衣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就突然间成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然后其实对他在上2个月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其实他就把那个毛衣送给我了，对，对，他就是你的是好朋友。我们算是。好朋友啦，好闺蜜，所以你没们是有，无话不谈那种，就是什么心事都会聊的人。其实吧，实话实说啦，就是我们在各自的国家的话，其实是很少说经常会 text 的，但是就是很奇怪，就是每次一碰面啊，都会有聊。有说有聊这样子，有说有笑这样子的，所以 OK 啊。他上一次比赛的话，因为时间上比较紧凑嘛，所以都会碰到面，也是有聊一聊这样子。所以他也是跟我聊了蛮多的，他会跟我说他的孩子啊怎么样啊，因为他是有一位孩子嘛，他就跟我说我有孩子啦什么什么，他也是会问我。那你怎么样啊？你的脚还好吗？这样子，因为他也是知道我就是有做了手术嘛，所以我就觉得哦，OK，他也是有跟我聊他的儿子怎么样啊，就说3岁啦，一转眼就长大啦，怎么怎么的，你知道吗？
对，就其实是蛮可爱的。他其实算是一个，还是蛮绅士的一位男生啊。对，就是他又，他很有天分的，他对吧？除了中是国，的，其实我蛮崇拜他的嘞，就他这些又活他都拿，可以干。哦，他双人的那个跳拿冠军，然后单跳的拿第3名，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performance 啊，对吧？对，真的，那真的是蛮替他觉得开心的，因为我也是知道他也是很不容易，所以也是练得很狠，然后啊，well deserved 咯，真的是 well deserved 咯。因为有些人就讲到看到中国的那个14岁，他那时有访问的时候，他讲他一个动作做400次哦，你这样啊，顶真了的。没？哦，我他那不时知候道，因为我是知道中国肯定是他们的训练肯定是蛮魔鬼式训练吧，可以说，而且他就只有一，但是你的教练也是中国教练啊。对呀、啊，但是你要知道诶，这位小朋友他怎么说呢？还小嘛，其实中国可以狠狠的练，是因为他们的人也是有很多，所以你说不行，就永远都是会有人可以上来去代替你的位置的。所是以啊，人竞才，争强。对呀，可是像马来西亚的话，这一点就比较不一样嘛，比较不一样。对，然后有人问的是，每次跳水头不会痛吗？会不会有 pressure 嘞？应该会吧，从上面跳下来。对呀，其实如果你让每一个人去 scan 脑的话，可能都不太好了吧。啊，真的啊？但是还好啦。如果就是入水的那个角度上是正确的话，就其实还好吧。这样，如果好像我们这些旁边有跳过水的，你会比较建议我们是直接脚下来，还是学你们这样子那个手要放直这样跳下来？走下来啦。哈？掉下来先啦！如果我们去模仿你们这样子那个手直这样下来，我会讲哦。问题是你们就是不懂跳水的人，就是可能你们头要往下都可能会害怕吧，就没有那个感觉，对吧？我可以理解啦，其实不要说你们啦，我的妹妹就是要从那个泳池那个头要这样往下跳，都有点难。这样子，是的。然后有人问你下一个 plan 是什么？所以 after this quarantine 完了，然后你还要 prepare 下一个比赛，还是说，还是看看状况，还是怎样？看状况吧。对了哎对了，呀，我能拼，我能跳的时候就尽量的先去跳咯。那看小朋友吧，看之后小看朋小友朋怎友，么样，你怀孕了？就是所谓的 junior 啦，junior 啦，啊，没有啊！你看嘛，你也是可以跳5届嘞，厉害嘛！你也是一个 legend 啊，顶了5次。打从心里真的是蛮佩服他的，5届真的是不容易。他然后五跳届，水的话，男生是6届了，谁？日本的？日本的，哇哦！然后我就是想问的，就是哦，这么，你们女子最高的难度是3.2是吗？3点，女孩子啊，3.3吧，向后最半分，高。三头半，3点，好像是，因为那个动作我没有跳，所以我也没有太去注意。因为一个难度，那个受伤的几率会比较高，对吧？其实是看个人，如果你能够很轻松的去完成那个动作的话，其实是还好的，因为你难度越高的话。其实也是要看你的稳定性啊，难度越高，证明那个动作比较不容易做嘛，所以失误的机会，失误的那个几率会高一点，会更高啊，所以也是要靠训练去让那动作变得更稳定，因为比赛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起跳是什么样子，
你永远不知道啊，你起跳之后那个感觉是，那个感觉起跳，比如说你起跳稍微角度不一样一点，那可整个空中的感觉，还有你要对入水的那个判断，就会有差别。这所个讲以，的太 technical 了，讲到。这样可以不这样讲啊？因为我们本身 player 啦，我们去一个比赛啦，我们会有3到4个东西会比较顾虑啊，就是我们会顾虑的就是球啊、球的速度啊、风向啊、场地的大与小啊。像你们跳水，你们会注重什么东西呢？就是板啊。跳板有跳板的注重咯，跳台的话基本上也是，跟你们比较一样的，就是要去适应那个场地哦，适有应什整么？个氛围的场地，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馆会比较大，然后有一些馆会比较小，这样子就要去适应啊，然后东西啊、屋顶啊，还是你要看的泳池啊，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哦。我们提早先去适应场地，然后才开始比赛，其实跟你们差不多一样。哦，哎，我现在知道嘞，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们也是因为可能下水的那个水的那个温度也是有吧？水的温度也是会有差别的，所以男子所的以难还度是可以会。去到，会去到4点多是吗？点一最高，4.1。嗯，然后这里好像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等一下哦，太快了，等一下啊！你们的5个动作是比赛前就是定交上去的吗？还是每个跳后还有机会决定下一个跳要多难？这对分数定的有影响吗？想了解，说其实是怎样的？就是比赛开始的前啊，不，比赛开始前的24个小时之前，你就要把那个动作表给交上去的。然后就是这个动作表就会你自己会就是自己要填，就是要填你自己要跳的动作。那跳水女孩子要跳5轮嘛，5轮就是不一样的组别，有向前的、向后的、反身的、向内的，还有转体。所以你就要填先哦。填鸟，这样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难度比较低的动作，或者选择难度比较高的动作，就是看你平时练了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在 polish 它的时候，其实比赛差不多动作都是一样的，这样子但咯。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哦，好像1到3哦，动作都是3.2、3.2、3.2哦，可以的是吗？可以啊，你要跳多难的都可以。你要跳的都可以，就是没有分第一轮我要跳2.8，第二轮我要跳三，第三轮我跳3.2，没有分，就是。啊，没有的，没有，这个是看个人的那个排动作那个顺序，是看个人怎么样去排那个动作去比。就第一轮你要跳什么，第二轮你要跳什么，是自己填的时候你自己写的。这样可不可以说第一轮跟第二轮的那个跳的动作一样的？不可以哦，就是要跟啊，着比赛。不一样，组别。因为我们有5轮嘛，不是说你跳一个动作，然后重复5次，不是的，是啊。每一个动作都有每一个动作不一样的 pattern 的，不一样的 pattern，有向前翻的啦，有向你后的翻的啦，这样 psychology 又进子。来呀、啊！你的 psychology 又进来诶、欸，你的我哦，姐他也姐。是你的小哥呢。对，我们以前的 psychology，是不？然后就是其实有人也是有问啊，有一个人也是看他重复一直问一样的问题，其实他应该是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上一届你就是跟班达雷拉就是做双人跳嘛，双然后人，then 就是为什么这一届会没有，是因为你的脚怕太负担了，对。其实最后的报名都是由协会去报名的。那也是可能这一次的标是由他们两个去打的标，所以可能他们就想说没有换人咯，这样子咯。所以其实我也是跟着那个他们所安排的去走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达标了，所以就让他们去跳这样子，
然后 Charlie 号，哎呦，Charlie 号 brother，他叫你教他游跳水啊喂，你认识他吗？我知道哈，他是大 boss big boss 来的嘞，怎么可是能不认啊，识？他跟我讲，他奥林匹克 M 冠军呢，我一些老板来冠军了，不是要忘吧？记我们啊。然后那个时候哦，我们真的是要全力去帮他加油打气哦。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大机会可以拿到冠军的。是咯，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喂，看你啊喂，我每次看他，之前我们在那个体理会里面，MSN 里面有一起集训嘛，因为我们是 bubble training 嘛，quarantine based training，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他就喂，看你啊喂，加油啊，老板，所以对我呀、啊，们运动员看到对方都会这样讲哦，就是靠你啊，靠你啊，加油！大家都也是很好啊，就是大家都为大家加油了。是咯，其实真的是很难得啦。他哎，讲这他边不有人是问，被。自己说跳了第一轮后，第二轮要换动作嘛？其实是不可以了，因为我们比赛前就会把那个动作表交上去，然后就会进入那个 system 里面说，哦，你第一轮要跳什么，第二轮跳什么这样子。如果你跳错动作的话，就等于那个动作是零分了。诶，说好讲那个分数，OK，let's say 啦，三个评判出的分数是6.0、6.0、6.0，照理是18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分数是十八分，还是说会再乘？十八还要乘那个难度的动作，所以那就个是难可度能那动个作难是我们，那个难度的动作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有的有一本书，不对，就是有一本有那个动作难度表的。Hello，听到吗？听到吗？是，等等，刚我才听sorry 到，我啊，知我不道，懂你是知道你吗？赖还是我赖赖，我就没有听到你刚才讲的什么，有一本就 hang 着了。啊，对，我是说，我们跳水有一个动作的难度表的，所以那一边已经是写好了，你跳什么动作，什么动作，什么动作，然后难度系数是多少，这样子咯，嗯。所以跳水有个人问了，文祥，他问跳水有 fault 了吗？什么因是为我们 fault？的 fault 的意思哦是因为哦，penalty，penalty。我们以前有好像犯规呀、啊，开哪里会犯规呀、啊？什么东西会犯规呀、啊？跳水的话，通常 penalty 是会出现在 handstand，就是如果你上去了，你掉下来的话就会扣2分。啊？什么意然思？后就上，是你有。你的 handstand 你上去了，可是你不小心掉下来了，然后你再重哦，新做的话，那个动作就会扣2分。就每一个裁判都会扣2分，penalty。哦，哦，嗯，然后就这，是嗯，跳板的话，如果你开始做了，可是你没有跳下去，你就是哎呀没有跳下去，那个动作也会扣2分啊。但是如果你再没有跳下去的话，那个动作就是零分了。哈。这样哇，子哦。感动一下哦！他们有问，就 是是啊，其实跳水看比赛也是会紧张的，你不是在会，上面跳啊，看的人也是会紧张的。对，哎，说你们跳水好像，let's say 你摆好了一个 pose 哦，他会不会讲哦？我要你限制你，好像那种举重啊，他们会有限时间吗？要你什么15还是20秒，你就要举上来了吗？这样你们好像会不会好像？摆好 pose 会不会说要给你们10秒就要下来样子的？我们那个下面是有裁判去按那个 whistle 的，就是有说，如果 whistle 一按了之后，大概1分半里面你没有跳的话，那就等于动作失败咯。嗯，这样可是，一你分的做法，半你有诶。这样你的做法会不会是好像站好了，然后你是属于那种一。摆好就直接下，还是你会摆好了，然后你再给自己做一个加油，然后才下水啊？哇，通常那个裁判一吹 whistle，我就直接走上去跳了的。Sorry，听不到，有点 lag 了，我这边。说那个裁判一吹了 whistle 之后，通常我都会最多深呼吸一下，然后我就去做了的，我就不会逗留太久。
听到吗？Sorry，讲多一次，我这边有点小赖。听到吗？可以，听到了，现在听到了。我是说，我通常就是那个裁判在下面的裁判，吹了 whistle 之后，我通常就是最多深呼吸一下，我就会去做了的，我不会逗留太久。因为逗留太久，那个手就感觉跑掉哦。没有啊，就你要放那么久干嘛？就没有说会要去那么久了。我通常都是 beep，然后就走上去跳了。哦，是的，这个也是很好笑的。问马来西亚有没有男跳水运动员？都有啊。有啊。但是怎么这次男子有。没有 qualify 到的？我记得上一届有嘞，是因为COVID 没有去到比赛吗？还是怎么样？没有啊，这一次都有去比赛呀、啊，就最后一次的达标赛是在2、3个月前的 World Cup 嘛，也是在日本，只是很遗憾，就是男子这一次没有达到标咯。嗯，怎样才可以什么呢？达标嗯，要啊！拍多少才可以达标？奥运会前2年的世界锦标赛，单人是前12，就进了啊，就等于是拿到奥运会资格。然后双人是前3，就是直接拿到奥运会嗯？资格。然后这个是第一次，我们不是看 ranking 的，跳水不是看 ranking 的，就只有分2次的3次的比赛吧。然后这个世锦赛比完呢，可能就会有 continental 的比赛，比如说有一个是亚洲杯，会在亚洲国家举办的，那个就是会额外的给机会咯。但是那个一定是单人上的项目一定要拿冠军，就是第一名才等于你拿到那个奥运的那个票。然后最后一次的那个达标机会是在世界杯，世界杯的话单人你要跳进前18，然后双人的话也是要看情况啦，就最安全的话还是跳进前5会比较安全，因为前几有的时天候上。从世界杯啊，就是跳进前5会比较安全一点，他们才会把重叠的人割掉，然后就一个一个这样子补上哦，来。所以好像这次奥林匹克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你们所谓的5米、7米，现在只有3米、10米，是吗？对，奥运会项目是只有3米跟10米，没有其他的。我记得以前你有跳3米的哦，哎，为什么会突然间？其实是教练，其实你们可以跳又3米又10米的吗？还是不可以？还是说你们就是好像？10米就10米而已。没有啊，看看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在哪里。以其前实我你，对。我什么项目都参加完了，其实这一次的奥运会加完就是3届奥运会，我从跳板的单人、双人跳到去跳台双人，然后这一次又跳单人，所以其实4个 discipline 我已经参加完了。哦，这样有没有人好像一个运动员就是跳4个 event 的没有哦？上一届我一个人跳了3个 event 了。行 啦，三个 event 给你拿完了哦哟。不简单了，不简单，因为，不是说给我拿完，Hello，我也是透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标嘞。等下，我就是讲啦，你有能力才可以跳了嘛。你看我要一打新跟你打，不打没三分那可以哦，我打不打汗哦。对吧？那个时候真是很所以很紧不容啦。易，不容易，然后，不容易，不容易。说你跳了3米够10米啦，3米比较难还是10米比较难？对我而言啊，哦，两个三都米，难呢。区别是什但是么？因为3米比较矮。如果论技术上面来说的话呢，我个人会觉得3米就是跳板会更难一点。因因为为跳他板的的那话，个，
对，很它有短。那个节奏，你需要去配合那个板的节奏去跳。啊，跳台是硬的嘛，死的，所以就是要对，看看，就是靠自己的自身能力去完成那个动作。所以跳板还是比较难一点。连我有看过你们每次用脚啊，好像去 screw 那个旁边的一个，好像那个贝壳这样子一一个个转东盘西。的东西，对对对，那个其实是什么东西来的？它是一个，我们叫谁了？我们叫什么了啊？哎呀！就是等于一块板嘛。你要调后面的话，它的那个力就是会比较软一点。如果你调，就是如果你把它往前调的话，这样它的那个能够弯曲的那个就比较短了啊，所以那个东西就会变得比较硬一点。所以是要看个人的怎么去把这个东西调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重量跟力量去用那个板的。所以那个圈它会转去前面的啊，我们是要用脚，啊，我们是哦，要用咦，脚它去是前面，pass 的。对，哦，我还以为它是死的，然后就是转可以，你们可以知道那个 tension 有几硬啊？对，我是想先顶着嘛，这个模型只是这样子，你们用脚转就可以知道有我多们会硬，用脚去推它的，就是推要它去去前用面，脚哦，哎呀，吓！它是你就是会转啊那个东西，我忘记叫什么了。够力咯，你的，我不跳水的，呢比我更专业的是 springboard tension adjustment 啊，是的，专华业语的的来，话我，哎呀，专业的来了，果然。果然是专业哎了，我专业了，我玩玩而已。欸，所以比较紧比较好跳，还是比较松比较好跳？比较松可以跳高一点，是吗？看个人呢，就是如果你看个人的，有些人觉得软一点，它适合自己的发力，那就自己靠自己调的咯。有些人要硬一点，有些人要就是软一点点，都是看个人那个腿上的力量可以去到多少。是哦，所以他们又讲，诶，怎么跳水有单人呐、啊，有双人呐、啊，但是怎么没有混双的？你觉得混双为什么跳水没有混双？是因为那个配合度会更加难，对吧？其实跳水有混双，只是它不是奥运会项目而已。其他的比赛有一些比赛是有混双这个项目的，只是它不属于奥运会项目，就等因于为一很米少板，国家，一米板它不属于那个奥运会项目，这样子咯。哦，明白，然后我要问你什么了啊？我今天好像那个主持人，哎，主持，我要问你问题。是哦，问到我很多专业的问题嘞。所以我不要问你这样专业了，等你问我了，唉，没有办法，我邀请你，肯定是要问你问题呀、你会游泳吗？你会游泳吗？啊。我会游泳，但是我朋友叫我去游泳，然后我讲我不要去，因为我不想游泳，很为什么？累耶，游泳。我觉得我从那个 pool 25米的，我觉得我游到25米的后，我已经是超级超级的喘。所以游泳不是我的强项，很喘呢、欸。我因为我看到跑步啊、小车啊，几类都好啦，我都没有这样喘。但是游泳就太喘了。可是你们打羽毛球也不容易啊。对呀、啊，哎，金逸有跟你讲嗨，你还记得他吗？金逸，我？哇，然后金逸。你跟他讲嗨，不跟我讲嗨，你够力哦！没有，你是认不识他是吗？你还记得问他？我，我认识他没有？我认识啊。对，他跟你讲，我是你的粉丝，然后你有没有男朋友？我很爱你。我老，我听到，这个经历啊，真的是啊，他在中国哎，这然个后是这个谁？阿红啊。阿红讲他要跳这个水是哦，阿红啊，阿红，这个老板是吗？
也是。老板阿红啊，阿红想要跳水还来得及吗？看你要什么 level 的咯，怎么来我？但是要三十啊，就是要跳水前真的是要三十，OK，三十啊，三十后行啊，真的是，哎，no play play 啊嗯，喂。俊宏还喜欢什么运动？除了跳水以外，其实哦，偷偷告诉你们，我也是悄悄的，等着看可薇能不能教我打球而已。讲，哎，讲真哦，我还在国家队的时候，你讲要跟我学北冥到现在还没有学，那时候我讲要给你一直来 get 哎，都还没有给到你。哦，是哦，哦，是的，是的，他可薇姐姐有给过我一只 racket，然后到现老在那老个板不要 racket 叫我还在姐我姐呀、啊、喂，我给过你吗？有给到你吗？是最后我忘记了嘞。给了我一个，但是有如果啊。你要再多给我几个，我都不介意的。对对对，那时候跟你交换，你给我一个泳衣耶，我到现在还没有用到那个泳衣，要把它 frame 起来了，可以签名上去吗？什么东西啦？你可以，真的真的，找出来，我找出来，我有嘞，等下先啊，你跟网友聊一下哈、啊。好，现在他不在，我就来回答一下刚才我看到的问题。就是我有看到有人问，为什么要把一个毛巾戴上去，然后又要丢下来的那一个。OK 啊，是因为呢，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去完成一个动作的话，有的时候需要抱腿啊，抱腿啊，这样抱腿啊，所以就会比较滑。所以我们那个吸水毛巾呢，都是要擦一擦，然后擦了之后呢，就会把它丢回下去泳池，因为我们跳下来之后，游到去池边还能再拿，所以上楼梯的时候还可以再擦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修美腿呀、啊、喂。没有啦，就是要给他们看一下嘛，不然他们不懂，不懂。对，还有周末要冲水呀、啊，就每次要冲水呀、啊，然后做你们每次这样子的喂。什么样子？怎么你会？们每次跳上来说这里，然后哦，这样子啊，耳朵进啊。水，耳朵进水，他们耳朵进水了，你们在干嘛嘞？然后就是冲热水的话，是有，刚才有那个，因为有一位比我更专业的，他有回答了一下的，所以他有写什么啊？你那时候啊，是要这么冲水呀、冲一冲，让自己的身体不会就是不要这样凉啊，就是不会这样冷，冲一冲会舒服一点的。啊？然后，哦，因为你就是属于在比较暖、比较热的那个状态嘛，所以整个人会觉得哦，比较放松，或者是比较活动得开一点。所以就是要跳前跟后都要冲水，对吧？啊，看个人的喜欢啦，我是会啦，我是都会。然后你们跳完一轮的时候哦，你们就会回去自己的，好像自己的 resting area 那边是吗？然后第二轮的时候他们会再叫你们进去的是吗？啊，你们不要是排队叫啊。的，是要看自己的，看别人跳到第几个，然后自己去准备的。如果你错过怎么办？教练应该会会的。叫我吧，哦，哈哈，教练应该会叫我吧。目前是没有试过这样子的问题啦，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比如像是我是第18个人跳，就第18个跳。就通常可能到啊，第13、14啊，再看哈，才到第13、14个人呀、啊，还是要就是要赶快跑上去的那一种，会赶僵了嘞，Hello，会啊会啊，你这要还跑不上会。去哦，然后心脏都在那边跳，然后你又要冷静的去完成你的动作，真的是会赶僵了嘞，不是开玩笑诶。所以你们要跳前要跳那个脚要 practice 多一次是吗？啊，其实就属于是在做那个怎样讲啊？拉筋。做模仿，让自己 visualize 一下，就是待会要做的动作去做准备。
所以这有一个问呢、啊，世界冠军也是每个月政府给的津贴到老吗？有吗？世界冠很军。可惜，世界冠军没有。那时候你世界冠军回来的时候，你有任何的 incentive 啊？还就是 incentive 是？哦，没有说津贴到老了，嗯，啊，就只有行吧。incentive。如果你填了动作表，到了当天你忘记那个动作的顺序会怎样？会怎样？应该不会什忘么？记吧？就是啊，通常是不会忘记的，通常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哈，你 before 跳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人会带你的，还会给你看过一次那个表格的是吗？会给你看到一次表格，你哦没没有有，没有，啊，他只会把那个顺序表，还有每一个人要跳的，他只会贴在那个泳池，就是泳池的墙壁上。所以有的人愿意去看哦，但是我通常没有去看，因为自己都已经很熟悉，就是哪一轮跳什么，就第一轮跳什么，第二轮跳什么，自己的顺序自己应该要知道嘛。哦，然后一个问哦，为什么男子的高难度比女子高这么多啊？哦。因为男子的能力就是一直以来都会比女生的强啊，就是自身的能力就会比女生强，所以他们完成的动作，他们可以能够选择更高难度去完成那个动作咯，这样子咯，嗯。因为有限嘛，女孩子的那个能力有限。嗯，诶，董明有进来，跟我们讲嗨，董明，董明，你 Hello。认识吗？董明，嗯，是的，静怡 Tom Daily，我这次有看到他，也是有跟他聊天，也是有跟他拍照。大家要的话就可以 follow 我的 IG，因为我随后可能会再 post 一些照片啦。哎呦，我还以为你要 post Tom Daily，这我有没有爆料 Tom Daily 的爆料？没有啊，他还好诶，就没有爆料啊，挺好的。但哎，你是还记我得们这这件衣次服吗？拿个衣服。你看，我还有收起来嘞，你的泳衣，真的是我给你的，你记错啦！对呀，这个你的吗？没，是吗？是你给的。你看，你还给我一个毛巾，毛但巾是是我呢，给你的吧？泳衣好像没有看过嘞。这个你给的。我不敢穿了，几年前的事情。然后早一天找你帮我签名啊，我把它 frame 起来。我打你啊！但哦，是听有到看到吗？粉丝想惨了，和我你又当赖 big 了，是 closing 吗？耶，我是不是赖了？没有没有，很好很好，Hello，哦哦，我又来了。是我累哈，还是你累？你没有累啊，我听到。嗨，哎，sorry，我应该是，哎，it's time to change my phone line 哦，太差了，我不要的这 line 真样。的是。不要这样哎！我真的是头痛了很久了，每次一直 lag 哦，一直 lag，哎呦！不要叫我换电话啦，我已经换电话了，换了电话还是这样，还是你们要送我一架？有人问有没有喜欢的跳水运动员？这个问题是问你还是问我？你呀、啊，肯定。我有啊，我挺欣赏 Tom Daley 的，讲真的啦，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他算是天才那种啊。也是有一定的天赋啦，但是当然也要靠努力啊。因为如果你具备有天赋的人，你不去用功付出的话，其实也不会有成绩啊。嗯，诶，所以你过后还是梁教练带你吗？还是？之后还不太确定诶，就要等这一个奥运会结束了，然后隔离了回去，再看体育会那边怎么安排了。还有，我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
因为我每次去那种 games 啊，我都很兴奋的，因为呢可以看到很多帅哥美女啦，第一个见识啊，然后第二就是好像。Hello，Hello，hello。 是你卡了还是我卡了？哦，不是我哈。我卡了，不好意思，我卡了。网络没给钱呐、啊，给了钱啊，还是这样子啊？哎呦，我都头痛啊！哎呦，sorry 啊，sorry brother sister 教练啊！哎呦，家里的 unify，你看每个月给那么多钱，还是中 lag。哎呦！我两个都卡，不好意思，我是在用酒店的 WiFi 啊。有人看东西给是吗？喂，有啊，有啊，今天就有啊。你再给我讲，你几号房？我送东西给你吃。什么？你给我讲，等下你住完，你几号房？我送东西给你吃。真的？真的。我可以不要吃甜品吗？你要吃什么？我请你吃喂。甜品我有点吃到怕了，我讲真的，中文太讨厌了。不是就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你知道吗？所以对甜食就有一点点这样子。不要但开是玩我笑在啦！谈那，因为还是有人愿意来，就是给一点点小小的鼓励，这样子还是挺好的。对，你要吃吗？吃吗？请你吃呗。很久没请你吃饭了，我们跟你讲，应该讲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出来吃饭了。你可以不用送过来给我吃，等我出去了之后我们再聚吧。如果就是 SOP 允许的话，你需要没有？哎，好像哎，可以嘞，可以吃东西了嘞，但是好像 是。我不确定，因为我真的是太久了没有去看。我讲有，我带姐姐去甜点给我吃。还有什么？Tommy 讲2年没有 cannot go out eat 了嘞。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认识有20年了，没有了，我们认识有17年，诶，多少啊？17年了，对吧？真快！我们认识17年呢，以我前们我就跟跟。他在就是 Bukit Sports School，然后一起上学的。同班的，这样子咯，就认识了咯。对，因为哦，我那做个完时后，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呢就很喜欢啊，那羽毛球长得高高的嘛，全部不喜欢坐前面，全部就躲去后面坐。那就是因为我的身子长得比较矮小的关系，所以我每次都要被叫去坐前面。虽然我是很喜欢坐在后面的啦，因为你可以坐做后这面些。呢？你坐对，后坐面过呢？去。我就挡到你了。哎，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哦，其实哦，俊宏哦，读书很厉害的，我跟你讲，他是跳板的，好不好？跳板哦，哦，跟玩玩哦，哎呦，以前啦，对也是啦，交学费的好吗？交学费的。交学费。金玉讲，我也是认识你17年，哎，金玉我认识你17年吗？你要算一下钱啊？对了，我是认识金玉17年，那时候很好笑的，金玉，你知道金玉是不是？他笑笑的，然后嘞，我跟他同房，你知道吗？我跟他同房，然后嘞，他每次在楼睡下面，他每次踢我的，他脚每次踢上去了，然后过后就每次吵架了，我们两个吵架了，就很好呀，然后很好笑了。有一句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嘛。是天天滴精力哈。天天哦，就是踢我，踢到我都火都来，你知道吗？我就想，真的你在故踢意的还是什我？么？他弟啦，你问他啦，很好笑哎，他真的是笑他是死想我。逗逗你啦，想要跟你做好朋友、好姐妹，不要这样。哎 这个 life 可以保存吗？哎，你想我们的 life 吗？还蛮多人想看我们的 life。好笑嘞！很好笑的他现在在中国，哎，几时回来呀、啊，朋友？朋友哎，不要其回实我来。很羡慕你，我也是很想去中国。哎，你有 boyfriend 了吗？
经历啊？嗯，没有你耶，哈我讲你耶，我以为你在问经历。经历要求很高嘞，经历。哎呀，方便讲，下次做多点 live。哎，其实你可以做多点 live 哎，我觉得大家都蛮想看你做 live 啊。这样喜欢看咩？只是啊。可能大家，可能大家都在 stay at home 吧。嗯，对呀，就觉得你做多点 live，然后也可以有多点粉丝可以关注你呀，也可以给更多人看到你的account。所以你们也是可以关注俊宏啊，俊宏。哎，所以你不要逃避我的话题耶，你的 boyfriend 有吗？喂，要不要帮你介绍几个？好啊，你帮我介绍几个啦。你要怎样的？你要怎样的？等等先，你哎要呀，小鲜肉，哦，这样子的话，什么来着？什么？你讲什么？我讲这样子很难的哦，你要问我要怎么样子的。没有啦，我嘞，如果我选嘞，你看，就选我老公样子板凳的咯，就是要，你好，假假哟，你假假，真的是在那你懂边我乱讲要选我老公搞。吗？我老公就是吼，他是一杯红酒，OK，他是慢慢掉哦，越掉越好喝那一种啊。找这样子的老公，你知道吗？就是，就是越看越好那种，越看越爽那种啊！这就是找那种小鲜肉哦，一看到哇，麻将 good 哦，但是，不要啦，还是找一些比较靠得住的就好啦。可以吗？有空一起钓可以吗？麻我将一也起因为掉认识所哦。以一起钓，你想给人打？没有啦，就是可能你缩短你的择偶条件啦，就是可能，你是想要壮的啊，肉肉的啊，还是要瘦的啊，还是你要黑的啊，还是你要把针喂，盖的这啊？些都是 outerly physically 的嘞。人随着那个年龄增长的话，也是会有改变的嘞。这所以些很少所以你改是不变。介意姐弟恋呐，还是你介意姐弟恋的？聊得来就好。聊得来就好哇，你这个 reach 很大一下哦。OK，so 要在有聊看我的们啊，直可播以的，的，有看我们直要播聊的的男话。士们，如果你还单身的话，OK，赶快 DM 我们的俊宏，可以聊分得分钟来，啊，你最终世界冠军的老公啊要聊得来，然后就是，我脾气不好的，所以要受得了我的坏脾气啦，然后最好是宠着我咯，多听我的咯，然后当然可以带领我是最好啦，OK，就照顾我多过我照顾他最好是啊。因为我怕麻烦的，所以人家问你介意大鲜肉嘛？大鲜肉是怎样的？大形容我这个词好新鲜呢。大鲜肉的意思呢，就是好像小鲜肉这样，就是又白又嫩的，但是这是老了，老派一点的，所以叫多么多大鲜钱肉。变成了是相亲 live 这样子的喂，没有啦，有，因为前面一开始问你东西哦，好像很 formal 嘛，因为没办法，因为我请到你来，我不 formal 一点再讲，我这样子对待一个世界冠军，OK？所以我们前面很 formal，然后后面我们就是闲聊喽。难说，随缘吧。啊？随缘吧。对，随缘。然后刚才有讲啊，就是说可能下次我们可以做一个 live 啊，在IG 啊，可以放4个人进来这样子哦。好啊。
这个不可以是吧？这个可能只能放两个是吗？这可以放两个，其实 Facebook 也是可以，但是要用到那个 Screen Yard 哦，用到 Screen Yard 的话，就整个 Screen 哦，就是没有这样亲切感的感觉，就是会看到小小小这样子啊。金逸问呐、啊，是不是想要来中国训练？哎呀，我不管了，反正我觉得我又想去中国训练呐、啊，然后又想要去中国玩呐、啊，然后也想要去找一找以前的教练呐、啊，找一找朋友啊，很多诶、突然讲到要哭了，这样喂。没有啦，没有啦，还好啦。哎，所以中国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中国我去过，有一些是蛮不错的省。你去过哪里？我去过上海，哦，然后成都啊，哇，成都啊，常州，还有什么？武汉。武汉啊！静怡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现在好像比较在意这个去中国话题。”他说很难过来耶，除非靠人脉。我们这里疫情也是严重了。惊异啊，中国疫情变严重，不只是在江苏吗？哎 现在哦，这中边国很疫情还快耶。好，我觉惊得异，中国你疫很情还快好过啦。我们呢。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开始破20000了喽。诶，是诶，有，我都真的是麻木了。哎，其实那时候你们去奥林匹克，那时候听到很多那种，很多人讲中 COVID 嘛，那个运动啊，村呐、啊，对，那时候你怕吗？你们会怕吗？多少会有点担心哦，但是只能说做好自己这个该防疫的这个部分哦，做好自己哦，没办法呀，这东西。然后去到哪里啊，就戴好口罩啊。然后这一次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完全放开去交流，都是戴着口罩，然后。我是看到人群都会尽量选择远离人群啦。是的，是的，很怕哦。现在好像要跟朋友，好像来一个拥抱都，哎，你不要靠近我哦，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遇到熟人还是会情不自禁的，讲真的啦。是啊，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好啊。这个 Olympic at least 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就是已经是，怎样讲呢？就是。有举办到啊，一直举办到，因为之前就是很多人讲，哎呀，COVID 啦，很难举办这个比赛呀、啊。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看到你们都可以，就是可以实现你们的梦想，对吧？如果说再多一年的话，我看分分钟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是崩溃了。讲真的啦，我是有认识一些就是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啦，他们基本上，跟我年龄相仿的都会说这一年太难熬了。这一年一拖，因为当然中国训练的方式肯定是也是很困难，然后加上他们这个年龄上面呐，很多都很难熬，真的是，所以他也是跟我说，太不容易了，其实这一次真的是太不容易，这一年真的是能够熬过来的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真的，但是我是蛮佩服中国球运动员呐、啊，因为好像羽球方面哦，他们差不多整年没有出来打比赛，整年没有打比赛啊。但是你看他们那是 Olympic，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发挥到比日本队好，是哦。因为诶，日是本，诶，因真为的，日本在北冰洋哦，现在开始很顶了，然后变强国了，然后突然间哦，诶。就没有想到说，就是有五个，我们有五个 event 嘛，就有一个 event 拿到第三名吧，其他都没有哎，反而中国是好像这次 Olympic 的大赢家。所以就说咯，就是比赛嘛，有输有赢，真的是很正常，真是还是要看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整个。临场上的发挥呀，还是，这真的是很难说了，很多不确定的那个变数都在变，真的是要看当时候当下要怎样去做。那当然是啦，当然没有办法，这些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啦。对对对，
So，我们再聊多一个，聊多一个4分钟，我们就关播好吗？因为我也是怕等下跟你讲太久了，你也是太累了。然阿后，金义，陈若琳有来，她是当裁判组的，有来，陈若琳是不是明星来的喂？不是，她是跳水运动员。我觉得金义很厉害耶，她好像很多东西都懂耶，他很人想跳呐、啊。水运动员呢、啊。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我跟他去 call my well game 的时候，他就一直黏着那个 Tom Daley 嘛。然后我就问他哦，这个 Tom Daley 是谁？因为那时候不认识跳水任何一个明星啊、球星啊。然后他跟我讲啊，他很帅的，很多 followers 的，你不知道他是谁吗？然后我就去看他，哇，他好笑了，我跟你讲，我们去吃东西哦，还是看到 Tom Daley 哦，哇，我给他拍照，我给他拍照，笑到我，真的很搞笑诶。哦，对吗，蛮静耐，怡？蛮 nice 的啊，那个人，所以还好，就是蛮好的。是哦，就有是的时哦。候就是能够出国比赛啊，然后认识到就是不一样国家的朋友啊，也是一种福气吧。所以这一次就等于说是，我这一次出去比赛也是等于好吧，虽然没有比好，也是说趁还没有回国的时间，好好去见见老朋友啊。就是再去交流交流这样子，因为其实说实话的，我认识的有几个运动员吧，就是说这一届都会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了，现在就不会再跳水了。你是讲那个食堂什么是吗？一个叫食堂就好，世廷啊，茂是也是啊，啊，世廷茂是，然后有几个啦，加拿大的我认识的一两个也是不跳了。然后男子也是有几个可能就是过了今年就不跳这样子，所以有可能就是在下一届的奥运会都有可能是要换了一个 generation 咯，他们那个外其他的国家啦。其实不只是跳水了，我觉得任何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换血的一个过程吧，对吧？好，我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用什么一个鼓励的词汇想要鼓励？好像现在在努力着要成为世界冠军的运动员，还是就是因为？因为哦，真的，我跟你讲，因为 Olympic 的关系哦，其实我也是收到很多 message 的，然后就跟我讲，Jennifer，我想问一下你哦，我现在14岁啊，15岁啊，你觉得我有机会进国家队吗？我可以去打 Olympic 吗？就是他们真的是因为这个 Olympic 哦，真的是激发到他们的，就是诶，我很想去代表国家去打比赛。这样你会不会有一个，因为你是世界冠军嘛，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你有什么一个比较，一个激励的话可以鼓励这些人，小孩子呢？还是爸爸要栽培孩子的？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觉得自己有目标的话，那你就要下定决心去做好了。那当然是因为我是过来人嘛，就等于是要也是要看自己的那个能力水平可以去到哪里。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可以 push 一下的话，那当然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咬牙坚持下去吧。因为训练的路不是一个很容易简单的路，有起有落也是很正常，不只是在训练上面也好，在比赛也是会有赢有输，所以我只能说，赢的时候不要太过骄傲，输了也不要太过悲观和自卑，就是要从中学习，然后就是回到训练场的时候，该训练的就用心用功去训练吧，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就尽量以这最好的一个心态、平常心去发挥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最好吧。谢不好意谢思谢谢，嘞，我不懂我在讲什么嘞，可是，很这好是我啊，对啊，经历过的东西啦，就是就大概是这样子了。真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哎呀，这样很容易跳罢了嘛，哎呀，很容易打罢了嘛，这么这样的东西你们也做不到，但其实真的是。
好像你说的就是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就是好像我也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啊，跟我粉丝分享过这些东西，但是可能他们就听我这一面的讲法，但是还没有听过诶，世界冠军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可能他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这些东西，很正能量。哈哈六六哈哈哈！六六六！好了，我都就太 serious 了，不安我还是做搞笑一点好一点呢、没有啊，你怎么样？我都很喜欢。啊。有，哎呦，就看下次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哎，没有，我不管你啊，你下次跟我等下出来吃饭了喂，等可可以，以啊，没问题啊。到时候怕你不得空，怕你的 training。那你们 quarantine，每次 quarantine 的你们，现在应该不会了吧？我也不确定哎，真的是要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到底进行到什么样子才能做决定哦？这些东西，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喂，你讲到好像外面的世界你看不到这样的，好像每天坐监牢这样的，喂，好像被关在里面罢了。唉，就不知道现在外面世界有多么的精彩了嘛。其实你有考虑就是做一个 diving 的 academy 吗？没钱啊，没有嘞，没有钱。你有钱？因为你们做 academy，你们要自己起一个泳池这样子上来是吗？还是说你们可以去租？因为我们好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可以租场地呀、啊，还是？可能也是可以租场地吧，我们这边租场地，然后是啊，还是要慢慢的去。规划吧，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但是目前我没有啦。有人要报名呀！有人报名呀！哈，你看 Academy 有人去跟你学了喂，先学怎样从上面跳下来先比较好。是啦，你要学怎么跳下去，可以从水里面先游上来。哦，游泳哈，是的，其实你有跳水不需要太厉害游泳的，你只要就是能够游投上上来就来。好。对，上来就好了，真的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你讲，Kevin 副讲，最后希望你再加油到法国，我会全力以赴加油的哈。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了好了，说我们今天的聊天，还是 interview 聊天呢，OK 啊，我们聊天就到此为止啦，然后谢谢俊宏，就是今天真的是给飞上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希望下次我们你们想要俊宏再上来的吗？想要来加一下，给我加一下啊，看俊宏要不要上来，看到如果你们没有加一的话，他下次就不要来了。OK，然后记得去 follow 俊宏，OK，follow 俊宏也 follow 我的 IG、Facebook，OK。So，俊宏，你的 account 是什么？你可以打上来，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我们的世界冠军。OK，如果说你们想要sponsor 俊宏啊，sponsor 我啊，也是可以的，我们很乐意的。我觉得你很 pro 哎，我要多跟你学习嘞。OK，没有，其实我也是学习啊。I mean，就是我第一次做直播的时候，我都不会讲话嘞，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讲啊，就。其实是有人跟我聊天比较顺呐、啊，如果我一个人聊天是很闲的。就是你可能我觉得你可以做多点直播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也是蛮有很多粉丝就想要听你说话，因为他们也是很多问题要问你的，对吧？OK，大家也是很想俊宏问很多问题啊，因为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啦，因为这个 Olympic 我真的是收到很多 message 就讲哦，我想要代表国家。过后我要去打奥运会，就是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还有一些是爸爸讲，哦，我要栽培我孩子哦，几岁是最好的年纪来栽培？因为这个奥运会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可以把每个人聚在一起哦，就是为了support 我们的自己的国家，说是一个很好很 positive 的一个 energy 啊，所以我是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哦，
然后也相信大家也是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啊，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世界冠军，真的，真的很难，因为冠军只有一个，失败的有99个，对吧是的。？OK，好的，谢谢，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我今天讲的话讲到飞哇，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讲比较多，其实还好嘞。就好啊，就可是能你，大家都相互给正能量吧，因为对，很多时候一个人真的是会很困难的，所以其实有互相扶持啊，互相鼓励啊，很好啊，真的是很好啊。但我也是要非常感谢你，我有这个荣幸还可以跟你聊天啦、哎呀，希望真的是可以快点可以跟你一起出来吃饭啊！我觉得我们上次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吃韩国餐，而且是几年前的时候，我都真的忘是很记多了。事情要诶。对吗？我吃韩国餐那时候我记得在好像在徐北达令那边呢，没有，还有一次本来要约你出来吃饭的，在徐北达令，然后你跟我讲那边疫情很严重，是的，就是是我吧？要出去比赛之前，对，其还有哎，最后一个问题啊，他们讲平时看照片，俊宏很严肃，你看他今天是不是很搞笑？他其实他人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啊，只其实是我他是每一次个说好超级严肃的人来的，我长着就是长着一个 RBF 的样子，哦，讲的买买呢，哎呦，摆凳啦，你摆凳多多啦，你。是啊，我被闷多过北冰灯的吗？不懂咩？所以这是一个 slogan 呀，bet more, better more than badminton。OK，那我们就下次见吧，谢谢你，俊好啊，宏。哎，谢谢，不要讲谢谢这么客气的话，人家这样客气是吗？我要拜拜。OK 只啦，是拜谢拜。谢谢那么漂亮的羽毛球体坛的这个你别这样子 legend 了，我你。来帮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是很乐意去听我讲跳水的这个东西，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感谢你哈，希望下次有荣幸的话，还是可以邀请我上来你的 live 哦。然后大家也请多多关注可薇哦，温可薇，我们体坛美女，也希望可以多多关注我，虽然我很严肃啊。我觉得你不做演员帅帅呀喂，可以考虑去做 OK，那个演员。要认识大家有路了啊！OK，来，全部来，全部来，全部来，all clap。OK，我们下次见啦，OK 啦，早点睡啊，拜拜。拜，晚安喽。拜 我会关 OK，我关你，拜拜。